老板，饭煮好了没？妈妈肚子饿了耶。还没。嗯。啊，饭饭在哪里？这个是菜。饭饭呢？饭饭等一下就好了。不用。嗯。要吃饭才会饱哎。这是挖野菜。哇，老板，你家屋顶怎么都一个洞一个洞？你看你的屋顶都很多洞哎。对啊，没关系。那下雨会不会有人尿尿下来、啊？不会。不好。不会啊。下雨就这样咕噜咕噜滚下来。走这边。这些菜都是我的啦。呀。还没。呀。还没。还没什么？几百元？几百元？几百元？一千元？好，一千元。哦，你在算钱哦？一千元。哦。一千元。那个不是 A B C 吗？是那个是 A B C 啊。然后这是20块，然后这是50块，然后这是30块。是哦，啊 A 在哪里？然后这个要加在一起。哦，这样。对。这是树叶飞呀、啊、飞，哇，怎么给我抓走了？你看哦。不要巧云这边。呜。你看。这里这里。呜。巧云。呜。好冰，我拿一个树叶。给我啦！你有那么多树叶的、啊。对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